一首好的诗歌，宛如一篇好的信息，能与灵魂对话，感动激励人心。齐来颂扬芳华的口袋诗歌。今天芳华要和您分享的诗歌歌名叫做《信的故事》，相信的信，信的故事。这首诗歌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用见证的方式说出一个基督徒他信主的经历和故事。从一个人最初听闻福音，接着愿意来试一试，然后真心的转向主，并且呼求主名，最后与主联合，成为新造的人。以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诗歌《信的故事》。耶稣的事迹未曾闻过，但在我心坎有新的感受，莫名的平安像过暖流。生命就生